伊拉克战败了。根据一名最为外界熟悉的伊拉克高级官员新闻部长萨哈夫则不在名单之上。还不知道。自从川普入侵崩溃之后，萨哈夫没有再露过面。而伊拉克北部美军部队已经开入第三大城市摩苏尔，指挥昨日攻陷这个城市的会议得足无伤。美军的车队大约一共有40架吉普车和卡车。 身上装有重机枪同埋火箭炮。本来有很多话要说，现在贝尔德族武装同埋喺少量美军特种部队人员嘅协助之下，攻占咗摩苏尔。驻守该地嘅伊拉克军并冇抵抗。但系由于土耳其对贝尔德族武装不断壮大咁嘅忧虑，所以贝尔德人同意退出摩苏尔及北部石油重镇基尔库克。无路的时候，刚才。 喺巴格达，美军指挥官呼吁前萨达姆政权嘅警察协助维持治安，防止抢掠之后。 庆祝新年吧。
不错。算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帅呀？啊？你好，先生。本来出来之前想做一套唐装，没有做，幸亏没有做，没用啊。怎么样？这是老板，我穿着还比较合适吗？就像我量身定做的一样。是不是光线不是特别好啊？这样怎么样？这样怎么样？啊？啊？哈哈哈。嗯。哎。以前在法国听他们说啊，出国第一年呢是豪言壮语，第二年呢是自言自语，第三年呢就不言不语了。明年我就不言不语了。好玩吧？
天我又买了一双鞋，真皮的，原价是50块，打折呢是24块，挺便宜的，款式也不错，吃不舍得吃，用不舍得用啊。哎呀，应该是皮的，也是皮的。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今天老板把我炒鱿鱼了。哎呀，到西班牙来第三次被人炒鱿鱼啊，习惯了没感觉啊。今天最让令我伤心的是，他妈的不，我30块钱买了一双皮鞋呀，今天晚上炒菜的时候，油溅出来了，溅到了手上，哎呀，还溅到了鞋上，我那个鞋估计不太能穿出去了，挺大的一块油，挺心疼的。手无所谓啊，手经常受伤，很快就好了。那皮鞋可就好不了哎，哎呀，怎么办呢？呜、哦，这就没工作，一直出去走，先出去走了6-7个小时。先关掉啊，先把这关掉，费电了。今天去录那个什么东西。猪头肉、气门芯儿、豆芽。
在山下偷了两个橘子，坐在这里吃，感觉真的不错。哎呀，原来我就住在这旁边，我曾经站在这个阳台上往这边看，这边很脏的，现在转回来了。圣诞节了，Merry Christmas。圣诞节是不错的，今天忙了一天，也快忙到头了吧？我的手也快好了，来个特写，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一切都就绪了。这个房间呢，前段时间住了一个姓吴的，他们叫他陈建，也叫他老吴的。十天前左右吧，一个星期差不多死掉了，肝硬化肝腹水什么东西的。他们都没有住过这个房间，嫌这房间不太好。其实肝炎呢，应该是不传染吧。他们都没有住这个房间的，都不愿意住。我先过来住两天，过段时间有可能到多罗多萨去做工，反正哪里需要哪里做吧。Thank you.
不错吧？哇！虽然进行过人工加自然的稳定，亦即系代表我哋成功逼过一个世界级嘅地穴啦。所以系体能同耐力嘅大考验咯。七只洞穴里面咧，有各式各样奇异之外，仲全加上石头表面嘅长期湿润，潜伏危机翻倒提高。唔怪之得咁多人靠玩呢项活动啦。对摄制组嚟讲，最后系体力、技巧同。所以咧，大家对呢一次雨水之旅认真呢个非常之重。这段时间幸亏有这个中国带来的收音机，不然的话更得烦死了。在这里等着，但是不出来不知道外面的辛苦。不过这段苦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小 case 了。以后都会好的，真的会好的。我看见镜头像挤眼睛一样。真的要睡觉，真的要睡觉，哎呀，睡觉。